他都永远上不去，上去一将军，他还得下来，他不下来就被回来把局给他撤了。不下去，马上走了，不下去，是的，就是啊，那不是他要不是在那马回不去，那不都是火器吗？不是上马，我推路没得走到，不是上马呀，啊，你这战功永远也看不出来，你他妈的，你他妈的都碰开了，工人一蹲住了，工人们一穿刷，穿着局，穿着局，穿着中华了，那么气势，这不直接都接了。 还有嘴，切那个，把酱料啥的，这个小香。你这个也切不了。哎，这猪做的，吃这个，吃这个，吃这个，我这大刀子把鸡把他把弄这个干啥？吃苹果不是？他不能吃苹果，那鸡蛋开天亮跑了，他。啥样？那这在街道上搁户籍城去了。 我这成绩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老婆，咱俩谈谈，谈有钱，谈有钱。
这些哪咋的？咋？咋不让我讲啊？咋？你这个搁这，你我讲先喊你讲。不让陪，不让陪。用他喊你讲。他陪我讲有啥戏啊？那你这让你就没危险啊？又陪我讲有啥戏啊？咋就没有危险？你先拿着，你去楼顶了，出来上。嗯。支付宝到账，二元。你都搁这，他趁讲你伤心了。伤心了，走啥？ 你这是我操！我怎么给骂了？你吃了，你这有快吗？这给你派来的，给你吃了。那吃了。鱼吃了，肯定要拿。鱼吃了。鱼吃了。嗯。到我，还得先查我了吧？啊，把他的关了，到一江。这边啊，这个两道路。你想啥？你们想啥？是一口气都给你接了，不是啥呀？吃了也憋得快。我吃了，正吃，憋得快。啊。对，啥？啥我他妈必须得查。三一江。 对，再有一个，那先生一。
吃一口吃不了。陈大他妈和泡泡泡泡到底跑的又里面不弄什么了？你大妈的脸。喂。我把跑。啊？那我是在把那个麦沉进去。那我的心，我的刀子，刀子它里面呀，到底过里面了，刀子。可以。他不出来，是吧？他敢坑我的。对啊，你随便打。他打了我都就打了，到底有啥劲？他花了。吃饱了咸肉鸡啊，是不是？真的香呀！这吃饱你，这前天的你怕你吃饱这咸肉都饱了。然后你就是叫他下去，叫他跑呢，下去一阵跑都要你要你那个，前头把你举的。吃了饭呀？他吃了饭嘛？我也跑着和他一等，他跟你讲。弄得你下地了，可不可难受？你讲那个几天吧？我回来路上了。你回来再给你撒地方了。我把地方我挡了的，到阳子那随便找。老婆，妈的，不能去，咋整问题了？我老了，我打死你！哎，知道这个往哪搁？都给他都从格子。你刚才这个房子怎么出来？还有个后花，你看啊，到底跑挡住吗？挡住这个跑就算了，啥倒一箱子去？倒一箱子。中了。打死的鞠标。那你起码要注意啥？有用没用嘛？他啥嘛的啥？我都给他撑不住，打到我汗。进去都那车倒到了旁边，我说都断了。我给你吃了几斤，掉一个掉两次，我都能抓回来。你瞧，我给你吃了，我吃了。
吃了也我抓他吃了他抓我了，我抽了啥了？抽了局了？你抽了啥局了？那是那局啊？嗯，抽了。红虫子了？啊，你能抽了？我瞅你去了，我连局都不敢抽啊！给我个球，我不敢抽。我找个人，长江会跑一将。会跑一将不怕跑天了？你将，你天一将军上去不是完了？还天天的。咱把老大请到上楼。上楼。你不管你咋了？双击双炮呀！吃了，你把你冻住了，急的这瞎鸡巴个人。